不得不说啊，狂飙和人民的名义，在他面前呀，就是冰山一角。当你看到秦城监狱里的罪犯呀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震撼了。低到市委书记，高到祖辈历史留名的洪恩代，都是这里的阶下囚。因此呀，秦城监狱也被称为中国第一监狱。五年来，关押的副省级以上人员就超过一半。 提到秦城监狱啊，就不得不提一位叫丁杰的纪委书记。他惊讶于如此严重的腐败，于是亲自下狱，与其中的二十八位顶级前高官面谈，记录下了他们在落马前糜烂不堪的罪行。有教育局长只玩人妻，贪污上亿，在学校开后宫选妃，与一百零三位女老师有染，搞大女方肚子，给百万封口费。 有变态部长热衷于收集少女私密部位的体毛，利用职权霍霍几百名大学生，竟打造出一支“共女英豪笔”。美臀女书记肉身开路，靠四百多次性贿赂达到人生巅峰，且包养小鲜肉男宠，还带着女儿一块玩，半夜母女二人共事市委书记。贪官被查，名下房产多达两千七百一十四套。 光是房产证据重达一百零五斤，收藏三百七十二个女大学生内裤，每天不闻睡不着觉。官员包养多位双胞胎姐妹花供自己玩了，立志两年睡够一千人。他的一条腰带就价值二十一万，被抓时还在吃补药。丁杰的追问一书中更是记录了他们不开心就让下属职员学猪叫逗乐。 还会盘下整个小区的房子，只为方便包养自己的一百多位情妇。为了哄女明星情人开心，一出手就豪掷上亿元的小安慰，搂着美女盖公章，光着屁股学外语，五十万的茶水费，两亿现金当柴烧，茅台多到根本喝不完，倒入下水道。几百万买官后，托关系让妻子提前退休开茶社，通过茶社再敛财，想买更大的官。 书中这些呀，不是电影，而是比电影更震撼的现实。读完这本书后呀，我不禁感叹：果然，《狂飙》和《人民的名义》还是太保守了。